左右，这个球被抄走，要灌吗？来了！哇哦！哟 ！Justice！ 哇，直接压到对方头上。Justice， 美国队背后这11号的球员呢，在上半场比赛的这一灌。哦，从这里来看，原来防守他的是胡塞因呢。他像不像一个国中生飞过一个七尺的长人在灌篮啊？他身高不是205哦，177公分啊！哦，从禁区外飞进来，大鹏展翅啊！哦吼，要命我了！他的那个腰力啊，还有他的这个延展性呢，真的很恐怖。我们再从不同的角度呢做切换呢哈。我们这次未来电视网拍摄琼斯杯也是全体总动员呢，现场加了非常多的机器，我们再从不同的摄影的角度、摄影师的角度再看一次哦。结果胡塞因整个人都已经下落了 ，Justin 还在往上冲呢，两个人差了2秒钟哈，胡塞因老早已经坠地了。第二节的后段，美国队把分数给拉开，46-31。James Justin 呢在半场结束前贡献了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 top play 最佳好球，休息一下再回来。